超大酱蟹，这只酱母蟹有1斤半，好感觉比昨天我吃的那个还要大。这个可是今天中午就拿出来化了，你们看，看这个大酱母蟹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妈，看大蟹。这个蟹黄就是特别特别一般，因为就是螃蟹这个东西啊，它不是越大越肥的，要在肥的基础上还要大吗？嗯，但这个黄色儿好看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蟹心在这上面呢，我还没看到，才看到。抠个蟹盖，蟹太大了，这个就是蟹胃，蟹胃不要吃。哎呀，这边的这个蟹盖的黄嘛，它还是不错的啊。自己看，大黄，干掉啊。太大了，顶着我了，哎妈，哎妈，太大。